那这里呢，就是我们中国新闻社在这一次进博会的工作间了。我带大家进来看一看，已经有同事在工作，相应的办公设施都已经布置好了。咱们中国新闻社的一个 logo 的背板非常的醒目。那在这个两侧呢，都展示了咱们中国新闻社的一些主流产品，像中新问、中国焦点面对面、静观中国，还有像中新视频啊、精选图片等等。那在这边呢，还有展现了我们中新社在全球的一个分布的机构的展示。在未来几天呢，我和我的同事们也都会在这里做好进博会相关的报道工作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中新视频，也继续关注中新社关于进博会的相关报道。